恭喜两位选手顺利通关。但比起通关，我们更关心二位玩得还开心吗？开心比成功更重要。看时间，你们可是比那位红发选手还要快上不少啊。这红发选手到底是谁呀？你们会知道的，但前提是二位能成功通过接下来的考验。欢迎来到由苏乐达有限公司赞助的第20届第33场热杀盛典第二关，枪火时间。你们可以选择枪火，接受哈努兄弟的试炼，也可以选择时间，接受钟表小子的试炼。现在，开始您的选择。朋友，欢迎光临钟表匠构造的美妙世界。在前方等着你们的是钟表小子动画系列中广受欢迎的角色钟表小子。据说钟表匠早在童年时代便已构想出了他的原型，那时他还只是一位钟表店的学徒。某天夜里，他梦见那些坏掉的钟表全部长出了手脚，他如同领航员一样带领他们走向正确的方向。而作为陪伴许多人长大的经典形象，钟表小子的确影响了一代人，也铸就了钟表匠的重要地位。二位选手，祝愿你们与钟表小子共度美好的时光。时间的试炼，希望不会浪费我们太多时间。难道我只是个废案吗？那座雕像是不是说话了？难道我只是个废案吗？所以我是个可有可无的失败的钟表，对吗？是的，虽然听起来很难以置信，但匹诺康尼现在很危险，我们必须去立刻阻止才行。哦，又是一组投机取巧的挑战者。很抱歉，虽然我是个失败的钟表，但我也是有底线的。哼，你们也和其他挑战者一样，想要深入我的内心吗？那就请进吧。但你们不会有任何收获，因为我只是一个失败品。看吧，我的内心早已空无一物了。滴答，这时候就要轮到我出场了。钟表小子，我也能看见。这一位是舞台布景吗？在美梦小镇，钟表小子可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比如我现在就可以帮你解决这位迷中朋友的问题。滴答，竟然是钟表小子本尊，你怎么会无缘无故来看望我这样一个失败的钟表？你看，我们都是钟表，都是一家人，我想帮助你，让你快乐起来。可以告诉我你的烦恼是什么吗？啊，我昨天才知道一个惊人的事实。他们说梦境迷中根本不是钟表小子，只是当年钟表小子的造型废案。让我一个人静静吧，钟表小子，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你，因为我只是一个失败品。天哪，他的样
子太让人伤心了，但没关系，我们可以找回他内心缺失的部分，帮助他从失忆中走出来。哦，原来剧团成员也会陷入存在主义危机啊。别担心，这位姑娘，我已经精准定位到她缺失的零件了。这边朋友们，拿出仓鼠球骑士的速度吧。这一定就是迷中内心缺失的零件，太好了，我们到了，缺失的零件就在对面，可是要怎样才能过去？这里也有筑梦师们留下的筑梦谣言，时间紧迫，有需要就直接用吧。折纸小鸟，它怎么钻进十七分熟的尾巴里了？好群鸟，这可真是太糟糕了，我们赶紧救它出来吧。本质如一。被风吹落的那一天，谋事在前。畜生恶鬼，有老子揍你！风吹落的那一天，灵魂灵魂，苍龙浊世，周而复始。被风吹落的那一天，诸般后果我来背负。谢谢你们，
没事，可你怎么会钻进那家伙的尾巴里？这是因为那家伙偷走了迷踪线上的零件镜，我想帮他拿回来，结果不小心把自己弄进卡路镜。你们拿着吧，小心卡路镜。拿到了美梦剧团的那些碎片，这种事也太梦幻了。我们已经集齐全部零件了，快回去吧，别让那位迷踪等急了。我们回来了，只要有这些，你一定能够打开心结。滴答。这突如其来的畅快感起作用了，滴答。接下来只要进入他的心境空间，帮他连通通路，就大功告成了。Thank you.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你的内心十分混乱。我没有资格成为真正的你，还是放弃吧，钟表小子。哦不，这可不行，你必须直面自己内心的恐惧。小子，如果不是你，我永远也无法像这样好好的和人交流。是你帮助我重新认识了我自己。不客气，身为美梦小镇的守护者，这是我应该做的。两位朋友，你们还有重要的事要做，对吧？前进吧，朋友们，等那个时刻到来，我和所有迷踪都会为你们加油的。全都搞定了，胜利在望，我们出发前往最后的关卡吧。两位选手过关斩将，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但很遗憾，能成为匹诺康尼下一位盛会巨星的只有一人。在最后一关，你们将面对一位守擂至今的选手，一旦失败，将无缘盛会巨星的桂冠。欢迎来到由苏乐达有限公司赞助的第20届第33场热杀盛典第3关巨星巅峰战。
会吧，我好像看见了什么非常不得了的人物。且慢，英俊的先生，俏美的小姐，纯美容光在上，没想到我们竟再次见面了。二位温暖的面庞在这躁动的时刻仿若春风，照拂着我热沙般的心。你难道是纯美骑士？您竟然已在别处探听到了我卑微的称号，不胜荣幸。我获悉庆典召开在即，便让西式南德号开足马力将我引领至匹诺康尼，然而没有纯美看顾的银河举世浑浊，我在前来途中为救死扶伤耽搁许久。好在侏儒兔机甲驾驶员、流浪的猫咪决斗家、银河忍者、四驱致谢等32位落难者全都渡过难关安然无恙，我便将大家一起带领至此，与万千美丽的生灵同享协悦。拯救世界，多么纯美的一举。既然如此、不行，海选规则一神圣不可侵犯，一如纯美本身。究竟要如何抉择才好？没错，这座富丽堂皇的美梦就建立在星河和无数人的牺牲之上。哦，竟然还有如此令人发指的暴行。可如今的匹诺康尼一点也看不到星河污染的迹象，家族也向来以播撒和谐闻名，我该如何确信你们所言非虚？抱歉了，我的挚友，如果你们不能拿出令人心悦诚服的证据，我便绝不能退让，以免辱没纯美骑士之名。但倘若你所言确实非虚，纯美在上，我们就借这场命中注定的对决检验你的能力吧。虽然抵达后我一度因不善言辞而被当作身材高大、身着银铠、如烈焰般火红而炽热的通缉犯，但无妨，这一切都是来自梦想之地的纯美历练。重要的是，此身如今已立于此处，狭路相逢，我纯美骑士团的银枝恳求于二位展开一场骑士道的较量。如果我有幸得胜，就请各位为我让出通向桂冠的阶梯。还要承认，纯美女神伊德丽拉美貌盖世无双。两位，请接受纯美的考验。纯美的勋章。别走，雕虫小技，天魂奔涌，起，乾陵已苍龙卓世。上下相依，本质如一。决斗开始。生命里的每一片花都有被风吹落的那一天。使出全力吧、又要拖后腿了。受这股怒火，你们不要！属什么鬼？
有老子阻你！世间万物，谋事在人。见证荣誉吧！生命里的每一片，都有被风吹落的那一天。接受试炼。与额间之眼观之，相与为一。战前礼节，真是忠诚。小命无救。乾陵，苍龙卓世，值得研究。接受试炼。保命保命，互通有无。使出全力吧。生命里的每都有被风吹落的那一天。周而复始。我本不欲使用。纯美的勋章。小命无救。上下相依。世间万物，谋事在人。值得研究。又要拖后腿了。我能感受这股躁动。你们修什么鬼？有老子阻你！决斗开始，使出全力吧！生命里的每一步，都有被风吹落的那一天。乾陵，苍龙卓世。忏悔吧。生命不止呼吸。各位的信念令人惊叹，但很可惜，会官依旧属于伊德利拉。互通有无，实为妙计。天魂奔涌。起。宣誓忠诚。使出全力吧。实为妙计。世间万物自有其法，谋事在人。生命里的每一片花，都有被风吹落的那一天。决斗开始，使出全力吧。乾陵已现，苍龙卓世。生命不止呼吸。你修什么鬼？有老子阻你！本质如一。我能感受这股躁动，天魂奔涌。纯美的勋章，战前礼节，又要拖后腿了。生命里的每一步，都有被风吹落的那一天。忏悔吧，有种打我，使出全力吧。乾陵已现，苍龙卓世。
去了。阴阳变转，谋事在前。我怕。别走。值得研究。使出全力吧。是生命的温度吗？你属什么鬼？有老子揍你！生命里的每一天都有被风吹落的那一天。上下相依，纯美的勋章，战前礼节。服输，漂亮漂亮，真是一场精彩的对决。是各位让我明白，为了捍卫伊德利拉的美名，我还需多加砥砺精进。多么美丽的教训！去吧，我的挚友，俏美的小姐，海选的桂冠属于你们。我将在此地遥望各位沐浴在聚光灯下，与观众们一道献上最诚挚的欢呼与喝彩。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有缘再见，纯美的骑士。既然这样，我们就向终点进发吧。匹诺康尼还真是人才济济啊，希望我们还来得及。去吧，冠军的舞台属于二位，享用你们赢得的荣光。
杀圣典的冠军，让我们期待他们在爷爷大典上的精彩亮相。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两位年轻有为的来宾吧。恭喜二位成为此次协约大典的盛会巨星。在进入大剧院前，我仅代表主办方向你致以诚挚祝贺，愿你在他的光芒下得享喜乐。各位的努力确实配得上更多奖励，我也如是做了准备，只是这奖励并非物质，而是一次彼此开诚布公的机会。正如之前所承诺的，我加妹吉瓦尔特先生已面见了盟主，向他就匹诺康尼与星河的真相展开了深入讨论，并且达成了共识。我和项目家系全体无法同意各位的要求。不出所料，我们认同各位无名客的观点，匹诺康尼需要改变，但绝不是以你们要求的方式。盛会之星绝不能，也绝不会变回混乱无序、弱肉强食的逐梦之地。一路过关斩将，你应该或多或少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缩影。弱势者被无情淘汰，平等荡然无存。在残酷的竞争中，人们朝不保夕，艰难度日。最后，只有像各位这样的英雄才能获得成功。但试问，如果你没有星河赋予的特殊身份，你只是芸芸众生中脆弱的一员，你会更喜欢哪一种匹诺康尼？适者生存的蛮荒之地，还是人人得以幸福的美梦乐园？这不是重点，别被他绕进去了。天气日先生，就算项目家系的诸位不能完全同意有关星河的安排，现在恐怕也不是对匹诺康尼的过去和未来高谈阔论的时候吧。星河问题关乎匹诺康尼所有人的生死存亡，如果各位有更好的提案，列车组愿意洗耳恭听，不妨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们那场会谈的来龙去脉，这样我们也好知道瓦尔特和知更鸟小姐究竟遭遇了什么，才没能如约而至。领航员，我正有此意，既然任意到齐，我们就从那场会谈讲起吧，聊聊我们的困境和选择，我们各自的理想和信念，还有我们最终应行的唯一的道路。你们的意思是，长久以来竟有恶徒将我等为世人赐福的协约大典当作实现野心的工具？正是，梦主大人。一旦协约大典开始，星河的力量将随着歌声传遍整个匹诺康尼，届时梦中的所有人都将无法从梦中醒来。这倒是令我意外，梦境是五大家族共同维护的结果，若有人利用协约肆意散布那星河的力量，此人必然身居高位。你们可有怀疑的对象？请问您当真不知道星河的存在？我倒是从未想过这位无名客会直接将矛头指向本人，着实令人瞠目结舌。如有冒犯，星穹列车向您郑重道歉，但眼下情势紧急，容不得细密探访了。
这也是为了孟静的安稳着想，还请您打消我们的顾虑。孟主大人，只要能证明邪月大典与星河无关，是我们多心了的话，我会如约回到舞台现场。星期日，知更鸟，我看着你们长大，深知你们的秉性。现今的你们，却可成为他最前信的传送者。我已知晓你们的决心，姿势体大，非同等闲。既然瓦尔特先生诚心相求，我自当亲力亲为，以示回应。如有必要，整个项目加戏也可随各位差遣。星期日，可否是你向他恳求，降下光芒，并带他朝我提问，令所有谎言无所遁形？谨遵您的旨意。知更鸟，可否是你临场见证，记录实情，并传述我的清白，令全部污名悉数消散？谨遵您的旨意。我等愿而至，成行于地，如于天也。三重面相的灵魂呢？请你用热铁烙他的舌和手心，使他不能编造谎话，立定假誓。开始吧，我没什么好准备的。是。试问，你是否始终对你的神虔诚，从未敬拜别神？自然如此。你是否爱你的神如同爱你自身，始终纪念他的告诫？自然如此。你是否叛离了你的神所期望的路，辜负了他的名？从未有过。你是否对你的神要求僭越，妄图超过受造物的本分？从未有过。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否能够发誓，保证自己必定履行一切所许，无论过往、现今，还是未来？星神在上，若我所言不实，或实言背约，则依照律令承受诅咒。他看到了你的信念，并对你的信念表示认可，如此即可证明。请等一下。怎么了，瓦尔特先生？各位，我还有个问题希望得到解答。据我所知，家族的和睦共荣从来都不依托于所谓的律令。两位方才口中的神，当真是那位西佩吗？瓦尔特先生理应知晓，家族子民亲如手足，在他的光芒下拥抱团结，万众一心，一切二心在同邪面前无所遁形。如此精妙复杂的乐章，若非神主西佩，又有哪一位神明能够完美调和？完美调和，问题正在于此。在暗中潜移默化改变童邪的，并非外敌，而是自这曲乐章中暗自诞生的不协和音。在久远的过去，曾有一柱星神存在于世间，他拨动指节，编织银河律法，他的信众组成天外合唱班，向全宇宙传扬庄严肃穆的圣歌。后来他陨落了，
这位星神所行的道路与铜鞋产生碰撞，为后者吞纳同化。那响彻寰宇的合唱一度沉默，再奏响时已成了邪月的颂歌。纵使星神消亡，也会留下无主的命途，在包容万象的铜鞋中，自然也可能有旧日的杂音悄然滋生。瓦尔特先生，过分敏锐绝非易事，尤其是你在孤立无援的时刻。哼，果然是这样。为我等伟业着想，星期日请二位稍作歇息吧。什么？对不起，这个娘，唯独你，我不想你知道这一切。可惜，事与愿违。所以这才是我无法歌唱的真正原因。笼罩皮诺康尼的阴影，其实是……我们从来不是童鞋的孩子。你我理想中的乐园，也不应由西佩创造。万众的幸福，只能由立于万众之上的一人来承诺。于律法之中，人类构建社会；于童鞋之中，我们拥获秩序。难以置信，皮诺康尼竟然存在着秩序的残党。你们把杨树和知更鸟小姐怎么了？请放心，只是给了他们一点独自沉思命运的时间。你应该明白，这么做意味着与星穹列车为敌。即便一定要与各位无名客为敌，也只有我和橡木加西而已。但我们还没走到那一步，不是吗？各位为匹诺康尼的公益四处奔走，这一点是所有人都看在眼里的。我会的，但这要取决于此次谈判的结果。如果是秩序驱使你囚禁瓦尔特和知更鸟，还要借此胁迫我们乖乖就范，那我想我们根本没有坐下谈判的必要。您误会了，姬子小姐，他们很安全，正如家族一如既往的承诺，没有人会在梦境里受到伤害，更遑论属于秩序的美丽新世界。匹诺康尼和这片宇宙都见证过太多无辜的鲜血，强者向弱者挥刀，胜者将败者的生命推向尽头。自然选择，世界遵循这一法则，将全人类的福祉建立在弱者的遗骸上。只有我们，或者说我，有能力终结这出荒唐的闹剧。你们打算复活一位已死的星神？从来没有人做到过这件事。既然姬子小姐有兴趣，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始终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理解彼此。我愿意将秩序行者的志向如实告知各位，以便你们做出对星穹列车、匹诺康尼和这片宇宙更好的判断。语言苍白无力，难以描绘出那理想的面貌。所以随我来吧，各位，让我们一起重走来时的路，再看看这路将要通向何方。哎，他怎么消失了？欢迎，这里不是匹诺康尼梦境的任何一角，而是我的内心世界。面前的景象之所以没有变化，是因为各位的意识提取了相似的概念予以补全。你也对瓦尔特做了同样的事吗？这是一种调律，效果更强，也更费神。这位灰色头发的客人此前经历过，
他应该能明白。透过条律，各位可以更直观地理解我的情绪，这也意味着我将对你们毫无隐瞒。接下来我想请各位观看大屏幕，我们来时的路就从这里开始。从这里开始，各位将看到我经历过的诸多抉择，我选取了其中一部分与你们分享。我想在经历了共同的困境后，各位一定能够理解我的想法。开始吧。第一个抉择与一只雏鸟的故事有关。这则故事发生在我和知更鸟很小的时候，我们是星河之灾的受害者，家族的戈斐木先生，也就是日后的匹诺康尼梦主，见我们兄妹两人无依无靠，便收养了我们。那之后，我和知更鸟度过了一段相对无忧无虑的时光。某一天的晚餐后，我和妹妹在戈斐莫先生的庭院里意外发现了一只孤单的小斜月鸽。那只雏鸟还小，连羽毛都没长齐，也不会唱歌。我们发现时，它落在草丛中奄奄一息，似乎是被父母遗弃了。我们当即决定为它搭建一座鸟巢，可思来想去，那年的冬天很冷，庭院夜间的风很大，还有许多毒虫和野兽出没。毫无疑问，如果将雏鸟留在庭院，它绝无可能坚持到春天。于是我提议带它回去，放在窗前的木架上，并拜托大人造个鸟笼。我们约定，等到它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展翅翱翔时，再将它放回天空。可遗憾的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只鸟儿的命运早在那之前就已经注定。它落得何种下场，只在我们的一念之间。现在我将把选择的权利交给各位，面对此情此景，你们会如何抉择？是采取我们最初的方案，用软垫在原地为小斜月鸽打造鸟巢，还是选择为它打造鸟笼，在温暖的屋宇中精心饲养鸟儿？我期待你们的答案。